孟婆婆，您还没睡啊？喝醉了。啊，有点多了，不过以父亲的酒量，明早一定能醒过来。哎，明天接元音的车都安排好了吧？啊，都安排好了。可是，这元音的娘家跟婆家都在这古藏院里边，这人怎么接呀？明天啊，我们全队人都来，弄一个自行车队，等来了把元音接上，我们去富华大学转一圈。毕竟啊。 破案是富华大学的学生嘛，等转完了，我们就回来把大伙都接上，聚玉龙堆吃婚宴。哦，哎，聚玉龙堆的车也安排好了。啊，队长说他来负责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妈妈说，元英姐呢，明天一早就要起大早，然后呢，我妈妈会来给你化妆的，你的头发就由我妈妈来给你做吧。嗯。哎，干什么呀？ 结婚前一天晚上不能接新娘子的。我有东西要给袁姨。哎哎哎，老规矩不能不信，什么东西你给我，我给他。哦，那行行行，那我今晚不见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哥，你等我一下。 你呀，元音，我是破山。破山哥，明天就能见新娘子了。我背过身，就不算见。元音，你把窗户打开，我有东西给你。好了。 给，拿到了。快打开看看。什么东西啊？是个琉璃戒指，上面还是只鸽子。我爹让我拿给你的，是他和我娘心意。鸽子最会找路了。 不管飞多远，他都能找到回家路。我从小家庭就不完整，但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的家了。我向你发誓，今后不管飞多高、飞多远，我都一定回来，回到你身边。嗯，破山，我懂的。哎，对了，元音。 旗袍你试了吗？合不合身啊？我试了，刚好合身。那就好。胸口扣子，你戴一辈子好不好？好，一辈子。行。 那我先回去了，明天见。走啦，走远了，看不见了。 元音姐，我好羡慕你啊！破山哥，念桥哥，还有启哥，他们都是飞在天上的男人。我们都是仰望天空的人。 这个放到两边，啊，这个，哎，哎。
试试这个，哎，这个好看，来看看，试试这个。